Hello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打手动对阵啊。目前战绩是一平，跟大谷的翻译一样的名字。那我们来开打哦，很久没打了，我们直接来开打。我们是俊麟先发，看明。今年郭俊麟在中职能不能有所表现？可以一出局。可以两出，哦，他非常积极进攻，那我们就多丢多一点引诱球好了。可以选掉了，这有点太甜。可以三分出局，啊，轮到六局下半，我们的进攻哦，今天大王笑脸哦，可以，手打席就击出了一支易安打。哦，弹子区好球！哟，连来两颗哦。可惜，猜错球。这个叉子，哦，现在两出一垒上跑者，啊，可惜。今天直接换头，换耿胖好。可以出。对，两出，这时候投一颗好球，嘿，3出9。那么到7局下半，我们的进攻了，还有没有机会在这一局？击出安打，
很久没打了，练个手感。OK， 我首局又有人上来了，轮到我们陈威。哇，可惜，不远。轮到我们理事长啊，现在只能在棒垫看到他。一出局一二垒，可惜，盖那颗有点消失掉哦，很可惜。哎呦，这球有机会，有机会吗 ？OK， 我们的林立击出了一发三分炮哦，那比数来到3-0。八局上把我们的防守，我这个三分炮吃了一个定心丸哦。可以出，那我们就积极的进攻他的好球袋了。这边被击穿的，对，现在一出局一三的遇到危机。投得更稳一点，因为现在已经很想得分了，先积极进攻。出二三秒，解除了一半的危机。OK， 三振出局哦，化解危机。那轮到八局下半的进攻了。可惜。OK， 击出安打，你出局一垒上跑者。OK， 一二垒，现在一出局一二垒，我感觉三分炮真的定心丸了。
看有没有机会再多得一点分数。哇，可惜了，想说拼看看这个脚程，不过没关系哦，目前我有身份领先。那么胖还蛮强的哦。OK， 不出。那这边是一只长岛，那不过伯龙守得好。OK， 两出。哦，直接放弃哦。OK， 那我们最终是3-0拿下比赛的胜利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、个订阅，可以开小铃铛，这样才有收到及时的发送之后。下次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